远离强援抗旱。这抗旱呢，就是踏营寒荡，热死啊，就热死了。远离妇淫子女，久雨不晴，那也是灾害频繁，阴寒又冷，远离一些非时的寒热、烈风啊、暴雨啊、冰雹啊，这些灾害都没有。远离一些恶行变怪、偏涉兴许、错乱，因这个恶行的变怪啊，影响到人间，影响到人间。无缘无故的冰雹，无缘无故的那个变异，远离一些饥馑、荒贱，社会上没有粮食吃了。那1959年、1960年，可能大家还记得吗？1959年、1960年、1961年，3年自然灾害，就咱们国家说，那叫自然灾害，饥馑、荒贱、非时病死，这不是死的时候死了，这夭折了。原来一些邪之恶见。再一个是很难，如果不学正法的，不是依附教导而行的，再一个邪知邪见呢，很难的离开。乃至学了佛法的，他不依教奉行，不依之持戒，不知邪见，这种都叫邪知邪见。所以大家可能听到很多很多的邪知邪见，很普遍，说信佛是迷信，这是不是邪知邪见吗？只看见活人在家，谁看见死人受罪了不相信，这十种，凶恶鬼神的亲友，那你得有缘，他跟你有或者恶缘或者是善缘，没缘的亲友不要呢。这十种灾害啊，文字上说大家都会懂了，没什么深奥的义理，就是现在你对照一下。现在这个社会是不是这样子？有时候本来是正常的，它突然变化，会死的好多人。这种灾害很多的，那时候印度尼西亚。到那儿去旅游的，得看风景啊，在那海岛上、海难上，哪晓得海底下这个等岛子整个的垮到水里头去了，那岛上人都淹没了。那个灾害呀、死的好多人，还有，咱们钱塘江大潮。2000多年都是那样子，那个潮跟咱们看的海潮不一样。为什么要到钱塘江开潮啊？它的潮是立着的，立体潮不是一浪一浪的，它是立体来的。那钱塘江大潮它是立着的，像一面是平行的，这样就是一个水柱，一个水整个往前来。
头些年嘛，零年我记不得了，我在那个雁荡山，那水槽到了岸上了，它不像正常的落下去，它打到岸上来了。大家站在那看潮的人，好几千人呢，还有做小买卖的、卖饮食业的，那潮水一潮都卷下去了，还有开小卧车的，连车子给你卷下去了。打那么再看钱塘江大潮啊，这是远远的不敢再到跟前去了。这突然间意外的，类似这些事儿，这些灾害，佛经上说的绝对都是事实。这说的在咱们讲，这不是华严经啊，是大地十轮，就是世间的现象，都是世间话，都是你生活当中的事儿。一个讷，一个善，讷的要受报，受讷的侵扰，善的就善的报答。善是功德，讷是罪过。大德世尊要比真善差的流亡，据说据修如前所说了，修十三了啊，十三轮了，修这个修得很好，功德圆满了，那我跟我们眷属都会拥护他，令这个帝王他所有的眷属，他那国度的人民能够离十讷，十种讷事。说到这儿，世尊就说了，尔时世尊就赞叹天地，乃至跟他眷属，乃至一切毗舍折地，就前头说呢，鬼的神王啊，及眷属等，佛说你们啊，很好很好，善哉善哉啊，说你们能发出这个愿，做十善业，做十善的善王，不做讷王。此事皆是汝等应做呀。世尊赞叹他们，我就嘱托他们，这是你们应该正式做的。因为你这样做，种这个因，感到果。你做的时候是善缘，善缘就是善因缘。由于你这样发心，这样去做，当令汝，你感的果报呢是什么呢？长夜的难乐。佛听到护法善神这样来向佛表达他们要拥护善法，佛就赞他们说，你们这些个的善地擦罗利、善地婆罗门，那这个善的这些鬼王，你们会能得到的，得到什么呢？善有善报，有长夜难乐。尔时大梵福百佛缘，恢复以前啊，大梵天王向佛说，世尊呐，我愿听我为未来世持佛陀众一切真善差的力王说能护国，不退心，不退轮心，大陀罗尼明咒章句。大梵天王又说个咒，
这个陀罗尼咒叫什么呢？叫不退转，不退转轮。不退什么呢？要持这个咒，护持这个国家，不退心。这是咒的威力，咒的威力。这大陀罗尼明咒，这咒的名字叫大陀罗尼明，是这么个咒语。这个咒语的威力，它的威力啊，谁要持这个咒，能令末法的佛国斗争，那些个好国王，如果是有讷敌、讷国王、讷敌、冤敌、讷友来侵凌他的时候，念这个咒，把冤敌就退了。所以这个大梵天王说这个咒，由此护国，不退转心大陀罗尼明咒章句，威神的力量。另外来世是佛陀众一切真善差的力王，不为一切冤敌讷友之所摧伏，能令一切冤敌讷友自然退散。能善护持身于业业，我说日照常所称赞，离入能法，常行善法，常离一切邪见、邪归依啊，常与大乘精进修行，勇猛坚固，常能成熟。无量无数所化的友情，自不依他，自言善巧，具行六种道避难，珍宝福常，远离一切愤、奸、忌等烦恼力垢，常为一切人非人等恭敬护念，诸有所为，心无妄失，不舍友情，乐舍世事，常不远离法器福田。这一段经文呢，大梵天王想说明一个咒，大明咒。你简略的说，叫大明咒。陀罗尼呢？是总的名词，一切咒都叫陀罗尼，就是总词。凡是说咒，文字很少，但是它含的意义非常广，威力威神很大。说这个大明咒的功力很大，如果被他冤敌来侵略的时候，念这个咒，那个是冤敌退了，一切法都远离。那时候呢，有常行的善法，把这一切的邪知邪见网啊，都离开了。这个中间这段经文就说，这个咒有这大的力量，能使那个冤敌讷友使他们屈服，他要来侵了你，念这个咒，他们自然就退散了。能善护持这个咒，能护持你的身口意业，不做坏事，不说坏话，不做坏思想，是一切智慧有智慧的人呢，赞叹的，是这大明咒，陀罗尼大明咒。
离开阎罗法，常行善法，常持这个咒呢，能够离去邪见、邪鬼业，能够起到大成精进、勇猛坚固。说这个咒成熟了，无量的有情，说你要发大心，化度有一切有情，都能成熟。说有智慧的，不是依他的，得到自然的善巧，能修成六波罗蜜，得到一些福场，离开一个愤忌、奸计等烦恼的缠垢。非人人，人可非人，不但不伤害你，还要护念你。嗯，这时候你心所有的善法不会忘失的呀。你长时候用慈悲喜舍耐语，舍受一些众生，不愿离伏福田法器。这段经文呢就含的这些意思，因为时间到了，咱们下课了。上回我们那一段经文呢念完了还没有讲，说叫我们常行善法，常行善法，这是大梵天跟佛说，说这个国度有的那些个真善朝的流亡，他能护国保护这个国家，有个大陀罗尼明咒章句，就是说这个大梵天说的这个咒，因为这个咒呢，大陀罗尼章句能令未来世的一些众生啊得到利益，得到利益啊。就是说真善地他的利王啊，也真善地他王，不为一切呢有摧毁，能力远离呢有降服，那降服啊。这段含义呢就是说，说是这个真的国王，真的国王啊，
就是姓三的国王啊，大擦了不姓关的王，他因为精进勇猛的，教化也有情，不是那鬼神啊。那么的呢，能够守着，守什么呢？守佛的善法，守佛的善法啊。常为一切有情，做善利事，让他的果度众生啊，常不远离呀、啊，福天，不远离福天，就是常不离开法，啊，做上次嘛，我们讲这些，大概讲一下子啊，把这个大意再说一说，说什么叫法器？就说是成法的器皿，能够修行佛道的，那就叫法器。什么叫福田？咱们那个种的地呀、啊，生的高粱，生的谷子，生的粮食，但是这个田呢，不是生这个，生的福报，福报。我敬事父母，孝恭敬三宝，这个地是这样的个地啊，得到福田的。要这个地啊是种福的，能够得到福报。凡是孝敬父母的，这是福田，福田。供养佛法生三宝的也是福田。在这个佛说的正法念处经，还有这大方便报恩经，讲这个三界之中最胜的福田呢，就是供养三宝。佛是最大的福田，最圣的福田。但是孝敬父母跟佛都平等看待，也是大福田，最圣福田。正法念处经啊，这样是嘱托一些众生。优婆塞戒经供养三宝品啊，优婆塞戒经啊，有一品叫供养三宝品，还相法觉疑经，乃至大智度论、华严经的探玄论，能够恭敬佛法三宝的，叫敬福田。敬是恭敬的敬啊，就敬福田，恭敬的福田，能够孝敬父母的，报答师长的，这叫恩田，恩田，报恩的福田。怜悯一些众生，看到一些苦难的，这叫悲田，以大悲心慈悯的。大方便报恩经说，假使孝敬父母、恭敬师长，这叫呢无作的福田，无作福田，而自然应当做的，还有诸佛菩萨，也叫无作的福田。综合含经所说的学人田，什么叫学人田呢？无学人，阿郎果是无学人了啊，证得到究竟果位了，这叫净田。
像今天啊，咱今天这个有多种了。为什么在这说这么多？人好多经。在阿毗陀达摩论，在西藏的甘卓经啊，说这个有的是悲天，有的是敬天，有的是福天。如果我们救度畜生，那就苦天。救度畜生的时候，在苦地里头长出来的都是苦果了啊，那是救度像八地狱苦啊，说要在苦田之中把它变成三宝的福田，那就不容易了，也不容易了，是吧？在这个所说的，特别是说是要孝敬父母、恭敬三宝，在这个《大乘大解十论经》啊，说的比较的多，比较的多啊。因为现在呢，我们经常考虑到我们所做的啊，在这几种田中，我们做的是哪一种田？哪种田？但是你在这个福田当中，一种是修呢就是去做；一种是观想。那现在你已经出家了，你怎报父母恩？那时候你读诵大乘啊。读诵经典，而你上殿过堂，乃至于拜忏，这意念啊，这几种田当中都具足。等你恭敬三宝时候，这不叫福田，这叫智慧田。能生长智慧，给父母回向时候叫福田，在这个地方种福，给众生回向，在苦田当中想免除苦得善果，那是化度众生，在这个当中修行的时候。修定时候啊，那么呢，多做思维，多做观想，多做回向，同时佛眼天藏啊，天藏是大梵天啊，五金之乳为未来世佛陀众。未来世呢，说现在佛跟天藏说是佛在时候正法时代了，然后这部经讲的说末法时代，未来世是末法时代，在我这个佛国度的末法时代还有好的国王啊，好的国王，那么你为了护持这国王，说这个护国不退心轮大陀罗尼明咒章句，由这个护国不退心大陀罗尼的明咒章句的威神力量啊，令未来一切佛陀中一切真善差的力王不为冤地讷友所摧服，广说乃至长部原理去祝福几佛弟子，
大梵天要说一个咒，佛就赞成的说，赞叹随喜，而是大梵天就说这护国菩萨心大陀罗尼明咒章句，这个咒必多16句啊，16句。达斯特摩尼摩利，念他的音啊，别把字念切错了。摩